鹿晗敢于在自己正当红时公开恋情，那也是真的勇气可嘉，是一位有责任心的男孩子。可他也尝到了公开恋情带来的负面影响，用网友的话说就是，好好一个男孩公开恋情后被黑成炭。在宣布恋情后，近日鹿晗又发微博，图片中的鹿晗瘦了很多，脸都变得尖了。网友回应，你是不是整容了？但是他的一个微博短短15个字，却受到36万粉丝的回应和百万粉丝的转发，看来鹿晗粉确实多得不能再多了。虽然何官的恋情受到了很多人的黑粉，但是还有依然有很多女粉丝坚持的爱，大家希望他一直安好，永远爱他。要是小编有这么多的粉丝爱我，此生足矣。也有网友写下长篇文章要脱粉，结果呢，不减反增。鹿晗被黑是因为在跑男和迪丽热巴组是被数万粉丝看好的一对，现在你却爱上了官，所以大家不能忍受他在有女朋友的情况下还撩迪丽热巴，最终惹怒了热巴粉，都为热巴抱不平。王祖蓝也为鹿晗说话，他们因戏生情，证实了鹿晗与关晓彤是因戏生情。那些到处骂鹿晗是渣男的 CP 粉，把迪丽热巴生生塑造成卖惨人设。